朋友们好，欢迎您来到燕燕老师的诗简谱学唱歌音乐课堂。今天我们教唱《沧海一声笑》啊，这是由黄沾作词作曲啊，是电影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歌啊。这首曲子呀，它有这么一个故事啊。黄沾受命为徐克的电影《笑傲江湖》谱曲，他写了六稿，徐克都不满意。他忧郁，应该写《阳春白雪》的比较复杂的曲子呢，还是我可以写的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下里巴人都可以欣赏的无奈之中，随意翻阅古书乐志，看到一句话，大乐必移，恍然大悟，决定取后者，心想最易的莫过于中国五声音节宫商角徵羽。哎，这个宫商角徵羽啊，就是 Do Re Mi Sol La， 哎，这样五声没有这个发和西，只有 Do Re Mi Sol La， 哎，所以说叫五声。于是就写出了《沧海一声笑》。然后呢，随着这个电影啊，在香港、台湾面世，这首歌好评入朝，获得很多奖项啊。这个曲子啊非常简单，旋律朗朗上口，非常亲民。乐评家称之为流行化中国音乐的典范。对东方人有着原始的吸引力。那这首歌词呢，据说也是借鉴于毛泽东的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，哎，并糅合黄沾一点他自己的风格，于豪气与洒脱之中。好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再认识认识这个简谱哈。我们看黑板上啊，我把这首歌啊，就是说它的第一段、第二段，我们写到在黑板上。大家看啊，这个简谱真的简单啊，它就这么一小节、两小节、三小节、四小节，就这两行简谱啊。然后呢，它是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啊，唱的一模一样，都是到这儿，就这来回的反复啊。第四段呢，实际上也就是，哎，这个曲子最后就是。就是拉索米瑞哆哆，哎，前面是拉索米瑞哆瑞，哎，这个是拉索米瑞哆哆，哎，这个第四段、第五段，也就是把这个瑞换成一个哆啊，然后呢，还是一样的，啊，最后还有一段拉哈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也是一模一样的曲子啊。这首歌很多人都很熟悉啊，我先给大家唱一遍啊，我拍着手唱，也就是打着拍子唱啊，每小节有四拍四次手啊，我唱两段啊。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此战虽让几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可天知晓。这首歌啊，这个曲调比较简单，我们再用这个曲子，我再讲一下简谱啊。我希望所有的人啊，每个看到我这个视频的人都能够学会这个简谱啊。然后它拍号这儿是四四，就是四分音符做一拍，每小节有四拍。我们先说每小节，哎呦这样子，就是有四唱，这就是小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啊，每个小节都是四拍啊，四拍。我们说一般呢，就是拍一下手，拍下来上来就是一拍啊，哎，或者说你用脚点一下。弯去脚后跟点地，点一下就是一拍啊。我们手如果这样打的话啊，拍下来起来就是好像打得像一个 V 字形，所以说呢经常呢把声音把一拍就是画成一个 V。 好，我们再看看啊，我们刚才说这个曲子有 Do Re Mi Sol La 这几个五音来组成了，那为什么呢？有的地方后边加一个线呢，有的是下边扎线呢，比如说这么组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给大家一一来解释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说一下音符，音符就是哆来咪发嗦拉嗦拉西哈，这个数字啊，它就叫音符。它有什么组成呢？我说它有全音符啊，就是全音符，你可以想就像全家啊，全家。我现在画了一个圆，像一个苹果呀，就是一个整个苹果叫全音符啊，这是一种。说二分音符呢，就是把这个全音符一分为二，实际上我用这个分，哎，就是分开了，哎，实际上就是叫二分音符。但还有四分音符，就把这个苹果四分了。
然后还有八分音符，就说叫把这个苹果八分了，哎，八分了。然后十六分、三十二分，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全音符来的。最后从全音符分成三十二分，这其中一啊，画这个红的就是指的啊，这是三十二分音符，这十六分音符、八分音符、四分音符、二分音符，这是全音符啊，这是我们它这个音乐上有这些音符啊。说这个音符呢，它是有多长呢？先说啊，我们说这个是四四拍，在四四拍这种曲子中啊，我们说是叫四分音符做一拍。那我们就说，哎，我们今天也讲这个四，就说这个四分音符呢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用个刀来为例啊，就是它没有任何线啊，后边也没有线，下边也没有线。说这样，我们把它当一拍啊，就是打就遇到这个就打一拍。打一下就拍一下手，来这一拍。所以我们说呢，全音符呢，刚才说全音符呢是全家啊，全家人经常，全家人就是四口人啊，经常全家都是四口人。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四分音符一拍呢，全家人就是四拍，就是一二三四，哎，就是我画成四个力，一二三四啊，就是我用四拍。二分音符呢，它就变成啊，我分一分为二啊，那我就是两拍，就是打两个力啊。我刚才说了个孤零零的啊，这个音的音符什么不加，那我们叫四分音符啊。那如果加后边有一根线呢，它是二分音符，就是二分音符是四分音符二倍，就是它唱一拍的话，它就唱两拍啊，就是打两个力啊。这个全音符呢，就是它的四倍啊，就是它是一拍，它就是四啊。这个大家能够听懂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呢，下边加一根线，它实际上叫做减值线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四分音符又分了，然后它又分它的一半了啊，它变成八分音符了。那它呢，它就是半拍，它只是半个 V， 就是说我打一个 V 的时候只打半个啊，就是我是说它叫二分之一 V。那我们这个下边如果画两道线，哎，那就是又把它再二分了啊，然后就变成叫十六分音符，这个是半个 V 哈、啊，那这个就是四分之一 V， 就是它这个线的一半，打一拍子的时候，它只占这个时值，只占这个 V 的四分之一。看我们这个，我们从这样看，这个哦，这个哆啊，就是哆后边呢，它有加了一根线啊，这就是叫二分音符呢。所以说呢，它要哆要唱两拍子啊，唱两拍子。你这个扫。哎，这个低音扫也是二分音符，要唱两拍子啊。然后呢，这个 re 呢，哎，这个都是要唱两拍子，叫二分音符，好吧？嗯。那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再看像这种咪嗦，哎，这两个在一块儿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咪嗦在一块儿呢，就是我给这儿写了，这个咪嗦啊，就是它相当于一个咪八分音符。和一个骚八分音符，我们刚才说这个八分音符它唱二分之一个 V，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二分之一 V， 这二分之一 V 就说哦，他们俩在一块儿加起来就是咪骚，哎，他俩唱一拍子啊，我们就唱一拍子。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咪呢加一个点儿，哎，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好多，哎呀，加一点儿，加一点儿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们说咪呀、啊，这个加一点儿是它是个附点音符啊，这个是附点音符啊。这个附点音符就是在这个音符后边有一个点儿，它的作用呢是就是把前边的时值增加一半啊，就是你看这个前边这个咪啊，这个地方它是八分音符啊，然后加个点儿以后，就是说又增加了这个咪再唱它的一半，那就再唱十六分音符，再唱个咪就是十六分音符，然后再唱这个 re， 实际上就是等于说哦，这个咪啊，它是个八分音符啊，然后它再增加这个附点，就等于是再增加这个它的八分音符一半，就是十六分音符啊，然后再唱这个 re， 所以说是咪 re， 哎，是这样子的了啊，就是咪 re， 哎，这个咪拍的时候咪唱很长，咪 re 啊，啦咪 re， 哎，就是这也是咪 re 一样的啊。这一样的，扫啦扫啦，就扫到唱很长，扫啦扫啦，就要拖一下就扫，但是他们是唱一拍啊，扫啦扫啦，哎，我们这个点儿呢，后下边有个点儿，那就是它低音，你看，啦啦扫扫啦，就是它就是这是个中音，这是个低的啊，扫啦扫啦，就是在这个钢琴上了，然后本来我是在这儿唱，扫啦扫啦，往下边就是。
低了一点啊，嗦啦嗦啦啊，这个哆来就是都是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啊，我们这个我们一开始个啦啦嗦啊，这个啦啦嗦呢，就是哎，这个啦下边是八分音符啊，就是它啦啊。那这个啦呢，它是十六分音符，这个嗦呢十六分音符，那它俩在一块儿呢，加起来它就是八分音符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就说八分音符是唱半拍儿哈，这个啦半拍儿，这个两个在一块儿半拍儿，哎，就说啦啦嗦，哎，就是等于是这个啦八分音符加上两个十六分音符啊。那你看我们说这样写的，实际上这个啦啦嗦呢，实际上跟这个啦嗦他们是一样的。嗯，歌里边呢，刚开始像啦啦嗦咪来哆，哎，有的可以写啦嗦咪来哆，哎，这都是一样的啊。啦啦嗦，哎，就是啦这半拍啊。这个啦嗦呢，他们就是十六分音符，就是哎，它是个啦嗦，就是啦啦嗦啦啦嗦。哎，这个呢咪来呢，就是咪呢，我们就说，因为它是下边就是八分音符，我换半个 V 啊。但是这儿有个附点，附点呢是增加前边十指的一半，那我就是再拐过来，还有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 V 在这边就增加了啊。它本来是二分之一的 V， 然后增加四分之一，那后边这个 Ri 呢，它就是下边因为它是十六分音符，它是四分之一 V 啊，那我们这个 Ri 哎就上来。所以说是咪来，所以它俩是一拍子，但咪是要唱长一些。啦啦嗦咪咪来哆，哎，这个两个哆，哎，然后呢，这个咪来一样的啊，咪，哎，然后呢，这个附点再唱一点咪，后来这个来呢，只唱这么短，知道吗？啊，咪来这个哆啊。哆唱一四，哎，哆拉嗦，哎，这个哆唱一半 V， 然后拉唱四分之一 V， 然后这嗦唱四分之一 V 啊，哆拉嗦嗦嗦嗦一样的啊，嗦拉。扫一唱这么多，然后呢四分之三个 V， 然后拉，我待会儿再见，扫四分之三个 V， 扫拉，这个也一样，扫唱这么长，拉哆来啊，哆唱哆来，哎，这个哆要唱也是唱，然后咪嗦，哎，因为它俩是一样长的，咪唱一半儿，嗦一唱一半儿，啦嗦，哎，这个啦，我们这很多附点，啦嗦，哎，这个咪来哆，咪来哆呢，就是前边唱一半儿 V， 就是咪来。这哆后边唱啊，这个哆来。好，我现在啊用这个打位的办法啊，我把这个简谱唱一遍啊，每一小节打四个 V 啊。啦啦嗦咪来哆，咪来哆啦嗦嗦，嗦啦嗦啦哆来咪嗦，啦嗦咪来哆来。我再拍着手啊。我们就是说，哎，每小节四拍啊，一二三四，我拍四次。啦啦嗦咪来哆，咪来哆啦嗦嗦，嗦啦嗦啦哆来咪嗦，啦嗦咪来哆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谱子跟我唱一遍啊，我唱两个小节，两小节唱啊，我唱第一遍，大家跟着我唱啊，我实际上我唱两遍，你第二遍跟我一块唱啊。啦啦嗦咪来哆，咪来哆啦嗦嗦，唱啦啦嗦咪来哆，咪来哆啦嗦嗦，嗦啦嗦啦哆来咪嗦，啦嗦咪来哆来，唱
嗦啦嗦啦哆来咪嗦啦嗦咪来哆来。我们现在唱歌词啊。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唱，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歌尘随浪迹今朝。唱，歌尘随浪迹今朝。唱第二段啊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。谁负谁胜可天知晓，谁负谁胜可天知晓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唱歌，如果你是音乐小白，想跟跑调说拜拜，就来听我的课吧。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可以跟随我的课识谱唱歌，一举两得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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